们今天来到 Publix 来给齐金亮的小朋友订他们到时候过生日那天的蛋糕，对吧？你们历朝历代的生日蛋糕都是在这儿订的，知道吗？这个超市以他们的蛋糕闻名的，他们蛋糕都是特别好吃的。在美国没有这么多像中国那种到处都可见的蛋糕房，但是一般订蛋糕呢都去一些这种比方说这种艺术品的这种糕点公司，或者说像这种一般的这种超市里头也都有卖蛋糕的，除了沃尔玛啊。好，这有这么一本书，奇妙啊，你看当年你们挑蛋糕的时候就是这么在那点，你还记得你第一年的蛋糕吗？你们俩好像挑的是这个 Dora 的，对吧？哦，有一年挑的是这个，我记得，对吧？ Dora， 他在那天咱们挑的这个。哦，对，这是去年挑的这个吧？对吧？就是咱们过5岁的。对了。那我想挑一个吗？这是你们第一次过生日的时候挑的，对不对？穿上衣服，这有点凉。今年他们就想挑这种小马宝莉的，这种小马宝莉是吧？这还有好多现成的，做好了的。选好了吗？就是这个皮娃娃。你就要这个啊？我是想要这个。那妙妙，你想要那个吗？得你们俩一起同意啊。不知道。这个呢？你看这后腿给小男孩，你看看这都是，哎呦，你想要这拖拉机的吗？不。为什么不想要拖拉机的？不行啊。这是什么呀？这个多漂亮，对不对？这还有 Bible 的，你要不要 Bible 的？要不要 God？ 哎呦，这还能放个照片在上面呢，看见了吗？这是这个 Graduation， 你们肯定不爱，就是这个毕业的。这是什么呀 ？Winnie 的小熊 Winnie。哟，这是什么呀？记不记得 ？SpongeBob。巴斯光年。Mickey Mouse， 看见了吗？这是什么呀？玩游戏。哇哦，这个大恐龙。真好玩哎！哎呦，这还有这个呢 ，Angry Bird。快进。只有这小马宝莉吧？好，你们俩最后决定买哪个了吗？这个。就买这个了啊！好，我买这个看咱们订的，咱们是订的这个，为20个人的，对吧？口味咱们选的是这个草莓的，然后上头有一个黄油奶，这个奶油是黄油的，然后这上面写了一个 Happy Birthday Summer in Sydney， 对吧？一个你喜欢咱们的那个视频。关注咱们吧。If you like our channel, please subscribe.